有些人讲阿信，我有大梦想，我有战略，但是我 execute 不到，怎么办？你要 execute， 请问是要靠谁？你要 execution 靠你一个人？走谁来呀，老细？跪谁来呀，老细？你是要靠团队。Vision without execution is hallucination。老板，你有梦想，但是你看到你做不到，我告诉你。很痛苦，是不是？看到做不到是非常痛苦的东西，所以我们不要只是一场梦，好不好？我们要梦想成真。OK， 公司从零去到五个 million， 是靠你，老板，你好劲，我真系写一个福字俾你哋，你是 superman， 你是 superwoman。Sales 零到五个 million， 靠你啊，老细。但是当公司从五个 million 要去到500个 million， 要去到5个 billion， 一定是要靠团队。所以老板，我们讲找不到人、留不到人、manage 不到人，这些问题我们都一定要解决。因为你选对人，你会赢人心，你会得天下。没人才，老板累，公司小。我们要公司做大，我们要在这一个环节学会怎么样打造 A team。 成功企业家他懂怎么样打造 A team， 要怎么样打造 A team， 要用艺术，也要用股权激励。还有第二个秘诀，我们会教大家 YYC 的11步设计你的股权激励。马上进入第一个秘诀。